那你的良民星是什么？就私底下在工作舞台啊上面就会比较不一样。私底下我就是比较没睡醒，随和那种，比较好相处，就开得起玩笑嘛，就比较温，也不温柔。我以前蛮粗暴，然后但是一到训练中，就是跟我开什么玩笑我都行。然后在舞台上我也是比较好强，也不是好强嘛，就是不想输给任何人。你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就会骂，就会骂人啊。用烫嘴的普通话骂吗？对，我来这节目之前，我有上语言课的，就公司有给我们准备语言课。当时我就是可以当新闻联播主持人的那种水平。你用播音腔说一下这个榴莲。这个榴莲呢，它摄像。是吧？比如这个榴莲，它色香味俱全，然后吃起来口感软软的，闻起来臭臭的，还臭。给你形容美好，请抱你长长眼，请回眸。